恭喜金玉美品牌活动策划的作者修啊陈轩杰。因为这本书呢，可以让他们对这个品牌活动策划有更深的认知，也让他们可以更清楚了解可以怎么样的提高这个品牌价值，甚至呢做了活动过后可以怎么把业绩倍增。富人圈的作者拿丁关祖林。富人圈这本书呢，主要是献给那些富有梦想、富有激情、富有更好生活的一种憧憬，因为是种种的富有才会带来金钱上的富有。 A-Plus Boss 理财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兼总裁拿度绕心鱼。因为这个富人圈里面讲的是一个学习型富人圈，唯有通过不断的学习，让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进步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我们是通过世界级的企业教育来打造世界级的企业家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买这两本书，去充实，让自己过一个不一样的2019年。祝贺富人圈和金玉美新书大卖哦！出多几本书，我一定会支持的。I hope that they'll be very successful。你们真的是我们的骄傲。这是一个富有正能量的圈子，然后我们祝福他们的新书大卖。希望这是 version 一，还要看到 version 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希望你们可以大力支持这两本书，因为他们呢，不只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还可以改变你的人生，所以一定要买哦！